先生，我们在开始之前有个小朋友，8岁的小朋友，他把您所有的书都看了，就想跟您照张相。哦，好的，嗯，小朋友从几岁开始看扎爷爷的书？告诉他。你会看呢？现在看《射雕英雄》。他全部都看过。《射雕英雄》在再看啊。见你姓什么？姓什么？问你姓什么？姓什么？啊，你叫王是名字啊。告诉爷爷你的名字。嗯。王海亮。为什么叫王海亮呢？你喝酒不会喝啊？我喝过酒。长大就能喝酒了。他上次还一直想问您问题，一直没好意思，没敢在大会上问。你想问什么问题？要不要问呢？为什么武侠小说里面总加爱情故事呢？哎，光爱情故事你还不懂了，你大起来就懂了。你信不信世界上真有那些武侠的人？真的武侠的人，武侠的气有的。我也讲，就现在，不会武功的人也可以有侠气的，侠气就帮助人家，好像雷锋这样子，你也牺牲自己的利益去帮助人家，就是有侠了。嗯，再问一个啊，再问一个，你那把剑哪里来的？我把剑少林寺送给我的。少林寺。少林寺的方丈。